小薇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到这个时候，他不关心自己的安危，到纠结起这些，因为我在意你。表白吧，一起给一个。是，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啊，这也是。然后我就发现你说错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，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好。来了，来，因为你的焦点在这一只皮身上，我的焦点在你居然骗我。